我们看草地上有两只熊猫正在展开比武大赛，拳击头顶加抱摔，打不过的小步快跑赶紧躲，获胜的一方依然穷追不舍，你来我往，推抓顶抹，拳脚相加都不好惹。在最好动的时候，他们吃完饭感觉不饿不渴，就会追逐打闹，非常忘我，一刻不消停，当然也没啥战果。